最重要就是新鲜，只要新鲜呢，它的鲜甜味就够。因为本来吃这种小卷，就是可能吃完中间就空空的，搭加了蛋肠之后，就多了两种不同的口感。那你们这一道料理是不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？就是基隆市政府办的那个国民蛋，然后有获得好名次吗？感觉刚喝一口它里面的那个鱼夫锅的汤，超鲜的，它应该是要可以蘸面包吃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它的汁很好喝，所以这才是精华，是精华，这精华。我其实最喜欢这里的就是这里的这个鱼夫锅。因为刚刚林九跟我说他想要吃海鲜嘛，我超想吃。什么 timing 讲的？你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吗？他跟我讲了很多心事。对对对对，什么？这一个吉古拉就是竹轮嘛，它里面有包那个。包什么花枝酱哦、对，然后这个这是包这种起司是不是、不是是蛋肠外面这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中卷，那个是小卷小卷 okay, 所以中卷跟小卷在这个鱼夫锅里面通通都有，对啊，都是小卷，只有小卷，只有小卷、就是、没有中卷切成。那虾点名哦，他不虾妹要吃虾，我又不吃新鲜，新鲜。我跟你讲，海鲜最重要就是新鲜，只要新鲜呢，它的鲜甜味就够。因为本来吃这种小卷，就是可能吃完中间就空空的，搭加了蛋肠之后，就多了两种不同的口感。那你们这一道料理是不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？就是基隆市政府办的那个国民蛋，然后有获得好名次吗？冠军哦，渔夫锅就是渔夫会捕到的东西，然后弄成一个锅哦，就把渔获然后自己决定自己配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自己想要怎么去料理它。我刚刚喝一口它里面的那个渔夫锅的汤，超鲜的，它应该是要可以蘸面包吃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它的汁很好喝，所以这才是精华，是精华，这精华。刚没有吃到吃整个惊艳度，所以这道算是你们店里目前就是最夯的招牌。来这边一定要吃鱼夫锅，对，就是要预定才有限。当天来没有办法吗？当天来就要看，如果看状况可能会没有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我很好奇，这个很适合你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意大利面上面放的是牛舌，我这样把它卷在一起吃。对，意大利面就是要卷在一起吃。这好吃，这完全就是我喜欢的款，清爽不油腻，那面条刚好，对，面条刚好 Q 的，而且它有一点点度微辣，就是那可能是糯米椒，辣牛油，辣牛油，它还有一点微微辣，微辣。其实牛舌算是一个昂贵的食材，可是它的分量是不是蛮多的？蛮多的。对啊，然后上面又铺满了马铃薯丝，是用炸的，吃起来脆脆的，整个搭配很完美，整体各种口感。你可以吃一点猪脚。好，我帮你用。你要哪一个部位？我喜欢吃就是脆皮，脆皮。看就是这一块。我要吃猪脚。好。你刚说有稍微再撒娇的感觉，对。我也要。